9月7日，李银河批评靳东前日言论没有教养，并表示还是应该尊重性少数人群。9月5日，演员靳东表示自己是一纯爷们儿，纯爷们儿就爱跟纯爷们儿合作，一切不男不女非爷们儿的人和事都无意接触。有网友也猜测这是在暗讽金星，金星曾在金星秀中评价其饰演的角色雷同。李银河则认为缺教养，低俗的人才有这种言论，并表明应该尊重性少数人群。谈及靳东回应微博中不男不女的字眼，李银河表示每个人都各有所好，他说喜欢跟纯爷们儿合作没问题，但你不尊重其他人或说别人不好听的话就有点过分了。不少网友也表示支持，对靳东略失望。